谢谢洪杰。好，我们请子洪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洪杰，谢谢。哎，老师好。很有趣哦，今天这个那个唢呐代替那个电吉他的 solo。不过我因为我不会吹唢呐，我是好奇唢呐的那个吹嘴是可以调音高的吗？可以的。所以你今天没有调好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直整个有点偏低，对不对？有点可惜啦。哦，但是那个没关系，那个是加分题。那你唱的部分我觉得蛮好，然后整个感觉都很适合你这个年纪的唱歌的感觉哦。只是最后一句那个龙柱回头那个尾音，它其实原版里面是没有嘛，它是用讲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个尾音在收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乐器都停了，所以那尾音没收好的话就很明显哦，有点可惜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谢谢老师。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啊，我来讲一下那个洪杰。老师好。我觉得这首歌如果一开始哦，那个旋律哦，就是你就不要唱昏叽叽叽叽叽叽的调，你就直接用吹唢呐把这一段吹掉，然后直接接着唱亲爱可爱。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歌的设计会变得比较有想法，不然会觉得就是一个罐头式的道，就是转运用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会没有比较不能凸显人的感觉跟音乐的想法。